你看看这是什么？哦，这个一早晨就在这放着呢。怎么了？哎，不是你要干嘛？于小雷，你给我出来！哎呀，孩子，你赶紧起来！都睡着呢，你干嘛呀？你给我出来！哎，不是，你别吓着！小雷，怎么了？大早上的，这怎么回事？ 行了行了，珊珊，你别吓着林毅了。你说你怎么这么爱生气啊？怎么了？不可能啊！怎么可能的事儿？发生什么事了？你说我妈她怎么可能会发现我藏起来的计划书？ 不小心看到了吧？那哪叫打扫房间啊？这分明就在侵犯隐私。人都得有梦想，如果都没有梦想，社会怎么进步啊？你有梦想，你的梦想给我们家带来了什么？还让我来解释，搞笑。应该解释的是他吧？不行，我不能让小维像你。 我得把他不靠谱的想法扼杀在他的摇篮里。嘿，你们这是在侵犯我的隐私！我的个人信息、个人生活都是受法律保护的，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这是违法的！你还翻篇了啊！你背着我们谋划这么大的事情，你还有理了？哎，等，稍等一下，听我说一句好不好？那个，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啊，你这是家庭问题，怎么能谈到什么法律呢？是不是？那个珊珊，我也劝你一句啊，咱们用词稍微注意一下，谋划这种词最好不要用。对，什么叫谋划？ 我做我的计划光明正大的，我想环游世界怎么了？啊，我做错了吗？错了，就是错了。我没错，错的是你们。你们是怎么拿到我计划的？是不是又打着收拾我房间的旗号翻箱倒柜去了？哎，不，这个我可以作证，这个计划它就放在茶几上。哎呀，你别避重就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旅游的事儿，你说。 你带着一个孕妇，你满世界的跑，出了问题你怎么负责啊？哎呀，没有理了，还瞒着我们，你长能耐了你！我长能耐，我再长能耐也没有你们长能耐吧？你们背着我翻东西，这才是违背道德！哇，这东西它，真是气死我了！你这孩子。 药哦，爸妈，小维，你不要怪爸妈，是我把那个放在客厅，是我故意让他们看到的。 什么？我觉得我们这样做不合适，我不心安啊。那你欺骗我，就安心了是吗？知道我为了这个东西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出发，一起去旅行吗？现在这些东西都是狗屁！小薇，小薇，我怎么跟你？小薇，怎么这么跟你媳妇说话？小薇，我也是。哎，你还，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对玲玲呢？ 小薇啊，你出来一下，爸爸有话跟你说。嗯。小薇啊，爸爸让你出来，是想给你道个歉。爸爸今天不应该那么打你，可是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打你？你现在是成年人了，马上也要为人父了。我们作为一个男人，我们一定不能打女人。 尤其不能打你心爱的女人。我没打她。是，你没有像爸爸打你那样打她。可是玲丽怀着身孕，你那么用力的推她，出了问题怎么办？严格的讲，这就叫家庭暴力。从小到大，我就没看我爸动过小薇一个手指头。所以，他们需要点时间来缓解。 你不是总说，爸爸小的时候经常带你来看海吗？爸爸为什么要带你看海？爸爸就是想让你的胸怀像大海一样宽广。所以，小薇啊，你应该成长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代人对于小薇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过激的反应吧，很正常。但你爸妈不这么想，所以你有办法说服我爸我妈吗？尤其是我妈。办法得想。来了。来坐，渴了吧？妈给倒水啊。饿了吧？妈给做饭去啊。 不走了吧？我不走了。 你赶紧回家吧，这哪是你干的活儿啊！没事，我在家待着无聊，过来帮帮你。别去了，回去吧。啊，我就想多陪陪你。那把帽子戴上，压低点儿。甜心，你是干大事的人，你哪能天天跟我在这儿啊？是不是？妈，没事，我回去再搬一筐来啊。你忙着呢。 喂，啊，小娜呀！天心，伯母，哎，这儿呢，这儿呢。你们怎么来了？哎，你怎么来了？没事，我们不再这样了，好不好？我现在才知道，我多害怕失去。我这一天一直发疯的找你。 找不着，你都不知道我这一天是怎么过的。我错了，那天我太自私了，我没有真的为你考虑。再给我一个机会，嫁给我，我愿意一辈子照顾你。 这几天我一直等着你过来，有些日子了，可是你一直没有过来，所以我只好过来了。哦，哎，干什么？放开！哎，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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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个人我认识，就是他把程晶抓住以后扔到车里去的。 放心，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儿了。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家里苦练我的厨艺，我觉得有几道菜看上去很容易，可是后来我尝了一下，我觉得太难吃了，连我自己的菜我自己都不爱吃，就您肯定也不会爱吃的。然后我生活也不是很能自理，从小到大都是我弟弟在照顾我。我现在连干洗还是水洗我都分不清楚，我怕把你们衣服洗坏了。我，反正我可以学，我可以再努力，或者再为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好了，放弃吧。啊？因为咱们两个是一种人，家庭生活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完全不行的。但我发现。 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爱长青，长青也爱你。长青，他是我的一切。为了长青，我可以什么都放弃。从小到大，他是一个不很爱笑的孩子。 可是我自从发现他跟你在一起以后，是那么的开心，那么的欢乐。你给他的一切，是我无法替代的，所以我没有理由反对你们。我以前做的，希望你能够理解。伯母，我会努力。 我会努力学着照顾自己，也会努力学会去照顾他。我知道长青是你的唯一，我也想把他作为我的唯一。我把这个交给你，欢迎你加入到我们这个家庭来。 祝你的幸福。你知道吗？我认识你之前，从来都不会留意身边的风景，因为我觉得再美的风景跟我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风景里。最近真的好害怕睡觉啊。 我怕我一觉醒来之后，发现这一切都是一个梦，就只是一个梦而已。这不会是梦，很真实，很真实，很美。如果是梦的话，我们谁都不要醒来。我已经联系了美国的医生，我把你的病历发过去给他看。 他有90%的把握，可以从里到外的治愈。哎，你矜持一点，好像咱们迫不及待要嫁姑娘似的。哎呀，亲家母你来了！来来来，快屋里坐，屋里坐。好。亲家，我直说了吧，这次我来呢，是替我儿子长青。 向你们家小娜来提亲的。好，好，好，好。哎呀，两个孩子的婚事啊，早就应该定下来了。哎，那个，既然咱们两家的家长都同意了，咱们就择良辰吉日，把两个孩子的婚事给办了。你二位放心，一切呀，全交给我了。哎呀，那不行，是是，这么大的事儿，我们怎么也得出点力啊。我都想好了。 准备在马尔代夫包一个岛，咱们把婚礼啊办得隆重一点。包个岛啊？是是，这太铺张了，是啊，不太符合咱家闺女的性格。对对对，低调点吧。也是，小娜娜也跟我说过，她不想浪费。那我还有一个方案，你们看看行不行？哎，我看这挺好，这挺好，这样好，这样好。哎，那咱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你们觉得？其实咱们能想到的，他们都想到了。 张德仁啊，小维和玲丽结婚的时候，彩礼钱我出了3万8，你前前后后拿出了10万，对吧？对啊。那你看，现在咱们闺女马上就要出嫁了，你这嫁妆给那得给啊。那，你打算拿多少出来呀？ 你想让我出多少啊？一会儿啊，你得好好配合我啊！我就想趁这机会啊，看看他到底藏了多少私房钱。好啊，嗯。你看啊，这长青家呀，他也不是个一般的家庭，嫁妆太少了，咱闺女过去，万一受欺负怎么办？对吧？ 你看，咱们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咱们不要搞那些虚荣，好不好？嗯，我琢磨了一下，咱们凑个吉祥数吧，88万8。这我还出3万8，剩下的呀，你看着办。不是我真的没有了，没有啊。 真没有，真没有了。爸，你是不是重男轻女啊？哎，小娜，爸可是最疼你的呀。我觉得你一碗水没端平。不是，小娜，爸不是一碗水端不平，是爸的那一碗水在小薇和玲丽结婚的时候都泼出去了，现在就剩下一个空碗了。那他们环游世界的钱哪来的？ 我哪知道啊，反正不是我给的，不是你掏的，他们抢银行了。等等，谁环游世界？我跟你说，他们俩就是给我拿来了一个环球旅行的计划，一个非常完整的计划，真的。哎，就是个计划。所以珊珊，我就代表你答应了，就这么回事儿。你同意了？啊？ 我们全程是1小时40分钟，这一杯水一滴都没有洒出来。何阿姨，您对车的性能完全可以放心。关于车技，小维的车技要比我高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林丽坐在车里，您完全不必担心她的安全问题。这些我不担心，我是担心林丽的身体，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明白。全球有很多孕妇都会患上产妇抑郁症。 这个抑郁主要来源于生理上激素的不平衡，孩子出生以后对未知的恐惧。当这种抑郁出现以后呢，孕妇就会把这种抑郁发泄在她的伴侣身上。小维呢，我认为心智也并没有那么成熟，当她招架不住的时候，又会把这种负面情绪还给林丽。到最后，这一切的负面情绪都会落在孩子身上，所以我特别不希望生下来的孩子是一坨怨气。 唯一可以解决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快乐，尊重他们的选择。一旦快乐，一切都是皆大欢喜。那小维现在不见了，你们能帮我把小维找回来吗？就等您这句话。什么时候出发？你说什么对不起啊？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你放心，我一定会很快的成熟起来，因为你是我要用一辈子去保护的人。 你相信我，我再也不会犯傻了。我以为只能骗你妈，你也那么傻。你会带我去环游世界吗？我会带你。 占据我的世界，去！啊，张太太，咱俩喝一个。叫我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嫁给了我张德仁，你不是张太太是谁啊？啊？ 哎呀，说真的，珊珊，我这辈子做了许多对不起你的事。现在看看小维和林丽，再看看小娜和常青，再看看咱们俩，其乐多好。我这个人。 其实有一点是好，我一直是想为这个家呀多做点事情，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真的，这是我的本意。也许是我的能力不够，也许是我怀才不遇，或者是上天对我还不够眷顾。总之，我现在不想折腾，我要回到你的身边，我一步都不离开你了，真的。你知足吧，上天够眷顾。 要不是你能回到这个家，啊，对对对，真的是，所以我非常感谢你又一次的接纳我，这次咱们俩干一杯。 啊，对了，我还有一句话，珊珊 ，I love you。 这次到了纽约，咱们就得彻底跟小熊说再见了。嗯，咱们是先吃先玩，还是先做手术？那我们一定要先去纽约吗？我们可以先去环球影城，然后再去 VIX 看秀吗？你说了算。谢谢，我来了。 别发火啊！我能不发火吗？我就不该让他们出来。改装车还上路，要学驾照活该。行了，别生气了，咱们赶紧去交通队领人去吧！啊！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所以我谨代表全盛向大家宣布，全盛正式挂牌上市了。 大家说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张小娜以前的样子，因此媒体还给我取了一个外号，叫“罢免女神”。其实大家不知道，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为没有办法得到专业的面部胎记的治疗以及治疗的费用，承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就像从前的我一样。所以我决定成立她很漂亮基金会。 免费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医疗团队，留住他们最美丽的青春。谢谢。小娜，所以，你刚才讲的真不错。哎呀，累死了。 这段时间累坏了吧？嗯。你什么时候回纽约？啊，我明天一早就走。那我去送你吧。不用了，不用了，你还有大事要办。好。你放心，大日子那天我一定会到的。 长得一表人才的，做任何事情都认真负责，你怎么会是个麻烦呢？哎，好，谢谢谢谢谢谢。 好，非常感谢你们啊！我你过去一下。徐总，文小姐，恭喜恭喜！谢谢。包总，恭喜！哎呀，客气，咱们自己人，帮我照顾好大家啊！你放心。我先过去啊。爸，萍萍姐。你这孩子是什么称呼？ 都差了辈儿了，管他什么辈分呢？我们各论各的。姐，那边有我朋友，他们想见你，咱俩快过去吧。好，过去啦。去吧。嗯。哟，黄总，吃着呢。嗯。要不给你打包都带回去啊？对呀。 你提醒我，一会儿得找打包盒，不能浪费，浪费是最大的犯罪。就你呗。那个还有个事儿，黄总，我和艾楠啊，在你的关怀下，也有这么一天了。到时候恐怕您又得破费，你说我们俩哪好意思？你们就不能旅游结婚呐？这一天天的，一个个的。哟，黄总，您这就心疼啦！哎呀，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两个就要当姥姥和奶奶了。啊、真的？哎呦喂，这都忙不过来了。关键问题是名字起好了没？哎呦，还没想到这儿呢。到时候我们找个词海好好的查一下。以我张德仁的才华，还用得着辞海吗？我一定给孩子起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嗯，打住！你起那名儿，人家不一定能认识，这不好叫。你那是，我可领教过你。珊珊，不要老拿老眼光看我。好，这事儿啊，就交给你了。交给我？还真信他呀？信谁也不能信他张德仁。来，小宝贝。 思考人生啊！你这么忧郁，一会儿怎么当伴郎？哎，我能来已经很给长青面子了，还要笑着祝福他们，这我可做不到。有道理。我说，你看，我枪都带来了，一会儿咱们把长青突突了，然后抢走小娜，我们俩再 PK， 怎么样？ 行了，兄弟，放下吧。嗯，我来之前总觉得自己能消对这一切，可来了这儿看到婚礼的现场，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种感觉就好像心口有个伤疤，刚刚好又被撕开了，能懂吗？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对的时候遇到对的人，那叫爱情；错的时候遇到对的人呢，那叫青春。所以你放心，属于你的缘分呢，迟早会到，相信我。姐啊，商量点事儿。 我这多久没涨工资了？是不是最近能给我适当的往上？没钱。哎你。喂喂。嗯。喂喂喂。嗯。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婚礼司仪，我叫陆一包，你们可以叫我 LB。我也是今天的主持人。今天非常高兴各位宾朋来到这里参加长青先生和张小娜小姐的新婚典礼，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好吧？下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新郎长青先生。怎么回事啊？人呢？ 大家别着急啊，别着急，可能一会儿就出来了。宝宝，大姑在哪儿啊？哎，我跟小娜联系不上，我给她打电话，她还关机了，这怎么回事？长青呢？对着镜子卸下白天的武装，允许暂时不坚强，放肆爱上。我只想要一个。 只属于我怀抱梦想，嘲笑声却那么响亮。爱好已经不在意，我为什么要在意你？我尽力。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我没事儿，我帮你。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 像那么残忍，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一样。你好，2046。从今天开始，张小娜和长青分手了，分手了。像这阳光灿烂。有一天你要对我，不找我消息，这也是我需要的。我没有未来，我可以给你。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一起。包括烧死，我可以为你而死，周传娜。黑暗的低谷是生命必然，都要经历，害怕、孤独、绝望。不要忘记，爱是最大的力量。 像那么坦然，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的夕阳，努力绽放，像这阳光灿烂。对着镜子写下。 白天的武装，允许暂时不坚强，放肆悲伤。不过是怀抱梦想，嘲笑声却那么响亮。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眼泪笑着擦干。 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她很漂亮，哦，她很漂亮，像那么坦然，心够宽敞，容纳所有不一样。她很漂亮，不同的是一样，努力绽放，像这样。 是生命必然，都要经历，害怕、孤独、绝望。不要忘记，爱是最大的力量。她很漂亮，不同的夕阳，努力绽放，像这阳光灿烂。